角色现在是没有东西，然后他一样可以制作一些武器啊、房子啊，然后一些生存的一些资源。混沌无武器开哦，开局他有开局的物品呢，再看一下是什么。打开哦，里面有那个消防斧、手枪跟电钻。哇，不错啊，该有都有，哈哈。还有矿工头盔，哎呀，这是什么装？我看看，你按那个矿工的头盔，点它一下，它有一个叫修改的东西，然后你把它里包的那，对你把那个电灯给它装进去，它的一个空蓝位的模组，修改变成真正的那个，对，它就可以变成真正的那个头灯了。哦，是。然后它好像只要按 F， 它就会打开亮度了。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？看看钱。它这个是它这个是模组地图。技能轴配件是配方哦，配方是学什么？我刚点了什么东西？它是一星的样子。对，这一星的，那个僵尸在前面。爬起来！哎呀，别问他，哈哈哈哈，不见了。这边都好像可以，哎、欸，车子应该可以收。啊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我要冲进去。对，垃圾。来呀、啊！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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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ome on，come on。我两只。我来打，僵尸我来打，你收吧。哦，我、哦、掉下去了，好可怕！有人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他这边好多那种，哎呦，电池掉到地下室，对不对？电池的垃圾。你那个要敲开，那个有一些，它有一些箱子你可以敲开。OK。化学什么东西的？那些都要捡，那些日后他都可以帮到你。你在拆房子哦？他有一些设计就是这样嘛。赶快走喽！你收完那么快？哎呀，哦，我又掉下去了。你要掉几次？什么烂房子？掉两次了。有的房子就是会这样。化学。哎呦！看了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叫做药房密封装运箱？你待会把那个用师傅把它那个敲开就可以。哦，那个有一个密封箱，他们这种游戏里面就是经常会有这一种，你把它敲开之后打开来，通常里面都会有好东西。啊，看到了，还有三本书哦。三本书，你点它按 A， 它可以增加你的技能。按 A， 哎，把它做使用，它可以增加你的各种技能。配方，对，它就是增加你制作配方能力。好比说那个，你有各种技能，就是好比说。武器精华配方，但是如果你阅读工具摘要的话，它可以增加收获工具的品质。抢救工具的书本就是拆解，好好玩。我要升级了。对啊，猎人，每个都给他点一点。好，走吧。天黑了，开灯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地下室。我
我刚掉下去的地下室。这可以修，这可以修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这个是别人的啦，他有设密码。那他们自己的脚踏车谁会给人家骑啊？哎呀，我看一下这怎么打，一二三四，不太可能吧？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对了，他游戏有一些当中有没有？他有一些那个木头啊，哎哎，你好会掉。太扯，掉下去了。哎呦，哎哇，哦，它是绿色的，哎呦哇，恐怖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，绿色的，哦，一身多滴血，不要过，不要。哎呀啊！哎呦！啊！救命！哇、哦！太可怕了，这里，一千多滴血的僵尸，被辐射的阿林。还有名字哦，这个就是魔土僵尸啊！还有飞机耶！哦哟，它是会爬墙。这边有武器库 ，OK OK， 弹药，然后有医疗用品。有时候他们每一栋建筑物，他们最终上面都会有这种东西，所以建筑物看地下室跟顶楼这边，电子产品面风箱，里面通常都会有书本。哦，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自运棍、电击棒，还有一个。10秒会充电一次，然后你打僵尸，它会被电，僵尸会被电，然后你可以趁那个攻击，趁那个它被电的时候连续攻击。哎呦，看起来不错，我来试看。什么东西？待会去找一只试试看看就知道了。吃下药。哦，我也找到，这是什么警棍哦？铁棍吧，来你看这个，嘿嘿，电你，那是斧头啊，这个电你，没有啊，我看到你拿斧头啊，真假？我现在拿这个呢，你有切换吗？这个，这嘞，那这个你要拿去试那个，找那个怪物测试，要不然我现在这边，你说绿色僵尸哦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所以我说要另外去找怪物啦，撤退啦。好、啊啊啊，走。哎呀，直接斧头敲，找一个门敲一敲，冲出去耶。卡住了。我怎么进来的？等一下，外面有陷阱哦，先等一下。把你敲开啦，破门而出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的有陷阱。我还踩到啊，损血！到底是谁？到底谁那么坏？看到你拿电击棍啦，就是这个。换对面这间吧，来尝试。OK， 来。这二星哦。二星怪还好 ，OK 啊。这边有个车。先去里面看，自己小心点。什么声音啊？
哦哦哦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哦哦，两只两只，好可怕、啊！不要过来，哇，有三只，三只僵尸跑出来了，我要换子弹，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。哇，还有黑人！他要掉东西哦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一个技能，他有一个技能叫做搜刮战利品。哦。可以点他。搜刮战利品。有点忘记那个在哪。你不是要拿电击棒打，打到哪里去？我刚打他打一打，然后就赶快跑出来了。我想说你拿，说你要拿电击棒打，打到哪？拿那个电击棒打，打到哪里去？我刚要打一打，哦哦，上面有一只，来来来来，哦哦哦哦，乱打乱打，哎呦，哦，电到电到，哦吼！好，你要别去攻击，他可以攻击，哎呦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，哦。哦、好玩吗？他原位生存也有这一只。你说这只电击棒？对，原位生存也有。哎我跟你讲，像那些椅子有没有办公椅啊、木椅都可以捡起来。书柜这边就是会有书本，啊，办公椅他们这些有些可以拆剪，有些可以拆成木头啊、铁啊，铁跟木头这些在这个世界很重要。我最好是那个东西可以搬走，那么重。然后你打开背包，你对那个椅子，你按那个。它有一个报废，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打开背包点那个物品，有没有一个报废？要看一下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椅子。没有，你点那个椅子，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个叫报废？椅子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是不是。啊、是你刚不是有拿走一个办公椅？对啊，他是在哪边看、啊？哦，看到，哎、欸，都有香碎石，点那个物品，然后他有一个宝贝，他就可以拆。哦，有吗？奇怪，没看到，没看到椅子。科学，没有啊，他是直接在你背包拆啊，他没有技能、啊哦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奇怪，你把它拆解。哦，拆掉了。奇怪，刚才没看到呢。很多东西它都可以拆成，只要是铁椅啊、木椅啊，用直接把它拿走，当场直接在现场拆解，它都可以拆成铁啊、木头啊。胶带可以用吗？还是报废？胶带有用，后面很多东西都会用到。OK OK， 走吧。好像是不行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哦，这个门后面有两只僵尸哦。啊，我三只，哦，三个僵尸在里面干嘛？三个人在房间干嘛？哎呦，哎呦！哎，我先说，武器有耐久度哦，你要注意一下。原来就是他剩下半格了。你不要用的太高兴，不要用的太高兴望了。地上有玻璃，会不会受伤？不会，他这个地方。哎，他这边有楼梯可以到顶楼去。来来，上来看一下。不要推！哎呀，
欸，有个箱子，有箱子，有箱子。哦，超多宝贝。这些都可以，这些都可以拆，这些都可以拆，都可以拆，给它拆。这种每一间里面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我说的每一栋屋子的地下室或者是顶楼都会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每一栋房子，把它完整的收到顶楼。顶楼那些都很重要。瞄准镜哦，它可以装瞄准镜。什么东西？这报废了。传说零件可以干嘛？啊，制作六级护甲。传说零件很重要，那个原位生存也有，它可以制作那个很。很特别，就是像后面有没有，它可以做一把铲子，它做的一把铲子，它比铁铲还要厉害，它可以一挖泥土，它就直接瞬间化掉。哦，修改。简单来讲，你刚刚挖泥土的时候，是不是它都要挖很久，对不对？嗯。它那一把铲子，它可以一挖一次，泥土就垮了。哇，矿工装衣服搜寻就好了，根本不用做任务。你有没有发现它食物的耐久都不会消，它都不会坏掉哎、欸。对。哪里有僵尸啊？是不是在你那边啊？你的速度拖慢了。这个比较像是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地下室？我的，哎、欸，等我是太重是不是？我下面有僵尸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我走外面了。我们直接走外面了，这间不理他了。好啊，因为这间再下去就没有意义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好像太重，太重你弄。太重的话，他需要他会延迟走路哦，就是因为你带着太重。你的汽油桶要放，可以放家里，对不对？可以建，你可以建造木箱，箱子可以自己上锁。哦、oh, ，OK。那我先看一下，我可以增加负重。我觉得我们先在别人的伺服器慢慢先学习，之后我们再来自己开一个原位生存，自己人玩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 啊。然后江江，你要拍的话，到时候再拍就好，因为你现在在这种人家的伺服器，你看也不真实啊。照理来讲有没有？我们只要其实枪在原位生存，你枪的准心稍微瞄准，那个僵尸就被爆头了。那就玩一个不真实的生存游戏。我们玩一个不真实的生存游戏吧。好吧。对，来换这间。OK OK。为什么我看你走路是横的走？哎、欸，这个三星的哦，这个三星的哦。好，那你冲第一个。哇，好多陷阱哦。好多陷阱啊！我往楼上看，你自己那边小心一点。好，这边有只僵尸。哎，电他！哎呦，电他！电！哇！哇，瞄准镜很帅耶！你有装2x2倍的瞄准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后面还有个僵尸喂。僵尸这样不见了。哇，楼上好激动哦，一次对三只。你应该不用支援吧？哈哈。有胖子，听起来很刺激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没上也是对的。还有狗。哎呦！地下室好多僵尸，
哎呦，哎呦，好丑，天哪！哦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他的血量都没在扣位、欸。有吗？没有，不是吧？他不是1000多滴吗？我是说我们游戏，我们一集。哎、欸欸，对，有没注意到？我看到他好像都没损过。哎、欸，等下这个，好像是。哦！打他，围殴他！哦，我这边很多东西哦，来搜一下，还有车，应该没僵尸吧？没有了，车子我来搜。啊！被掉的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四星哦！哦，四星哦，来，交给你，你走第一个。会，我碰到4个僵尸，哦，打他！哇哦，好凶狠！哇，来了！来了来来哦！我先说，我没枪可以打了，我的耐久度耗掉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快走快走，我跑好慢。我帮你垫他一下。哇，500、1000。哎、欸，不会烧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、欸，哎，他普通僵尸打你不会扣。你看，但是这个。绿色的打你才会，好猛！人家打他，吼吼吼！哦，好痛哦！哇！不要打我！我头晕了，头晕！哇，晕倒了！你居然不会烧起来、欸？哈哈哈，好刺激哦！就是把工地的僵尸这一只有没有？哎呦，燃烧弹，恭喜你！但是他为什么他？我刚丢了没反应，不是要拿打火机啊？你要先按右键，你要先按右键来，你试一次，你把燃烧弹拿着 ，OK。然后你先点右键。哦，要先点右键。对，哦，我想说奇怪，刚不会烧起来？你要再重新去工地玩一次了。好，可以啊。刚好丢一下在地上，然后找一下。对，你要看有没有工具维修包。等我工具维修包。工具维修包，帮我看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长什么颜色？因为他要修武器。掩体炸弹模组是装什么的？对石头伤害提高。你要看他有一些的话是对一些特定的东西伤害，他有像是有钢刃模组就是对大砍刀，不是刀类的东西。机器人零件，机器人零件，报废。看到一个僵尸在前面，这只很简单呐、啊。发电机可以干嘛？哇，那还要这样玩的？哎、欸，怎么上去？不知道，我装管道。哦，你装管道。欸、他没有电梯啊，当然没有电梯
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地方。上不去。欸，我说真的，如果他多加一个可以开这种挖土机的话，多好玩。对啊，跟那个官方建议一下。欸，要去跟官方建议。一个法院呐，这是法院呐。哦，绿色绿色。啊！不要过来！啊！是法院，所以挡住你不让你走。哇，这有两颗，上面一个。我让你看看偷袭的意思是这样，蹲下有没有？然后攻击啦，瞄准，没中。算了，没中。啊！我把门关起来。哦，他好强！哇！哇哦哦，这个2000血，哇，两只！哇，先走了。怎么会先走了？哦，他会跳，他会跳，他会跳！哦，来了来了！哇，烧哦烧哦！哦，他会跑过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好可怕！哦，为什么那么多僵尸叫阿玲呢？哦哟，哦，这个野蛮的幽灵1000多哎，哇，天哪，我被围殴了，打他！哦，我靠！这伤害好低哦！你这个钻他！哦，快挂快挂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挂了挂了，装备会喷吗？